Rice。听说你的邻居对你非常热情，你只要在家里面练吹唢呐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送花。哎，这是不得了，是怎么送的？谢谢我们邻居。其实呢，我邻居呢，在我在练习吹的时候，大家也知道这个唢呐的声音是很嘹亮的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他们就直接呢，把花呢，啊，直接连那个盆子哈，整个花盆就丢到我们家。因为真的，真的蛮长的，像现在直接丢罐头塔给你，什么你还可以拿来用，对，人吃配美。因为这个声音在家里面，尤其是万一要是你说要晚上练，那更受不了，那绝对不行。你会练成30秒拉长音不间断，主要是因为长跑尾牙。为什么？这跟这个关系是？拿这个跑尾牙，有一对呀，是人家那么开开心心，你那么。我跟你讲，这唢呐是婚丧喜庆，有时候庙会也要用得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像我那套黑西装了，婚丧喜庆一套搞定。我的婚丧喜庆一支搞定。板哥，所以你说你之前有用唢呐顶过？不是，我的意思什么啦？你有去顶过人家吹唢呐的那个团队，对不对？最早呢，我还有顶过那个叫混 A 告，哎，就是装样子，就滥竽充数了。对对。800块。那你在顶的时候，这一定是丧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。那有人看到你笑场的吗？家属有看到我笑场。对。哎呀，有看过。就哭一哭，然后看到你就开始笑。而且有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啊，往生者也是含笑而去啊。含笑，他只是含笑，我觉得。我问白云哥，就是那个瘦身前、瘦身后，你的那个长度有没有减短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拉长音的时间。哦，什么拉长音？对，拉长音就是体力呀，或肺活量。其实肺活量有差一点点。嗯，其实我以前包括以前的胸腔共鸣，人家说讲话的时候真的有差，是有差一点点。OK， 来，谢谢健康。我相信呢，因为我跟他很熟。那白云为了他这个副业哈，付出很多，他也很会钉钉子啊。我说你怎么那么会钉？他说他以前目睹一个惨剧啊，那个遗体要火化的时候不是放在棺材里面吗？他亲眼看到那棺材板哦没钉好，你知道吗？在送往那个火化炉的时候呢，结果那个底呢砰就陷掉了，整个大体在地上滚2圈。哎呦我的呀！你有没有亲眼见过这个事？真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因为呢，现在你知道那个棺材很多都是那种钉枪，有没有啪啪啪啪？你没有把它钉好的话呢，它放太久，一扛起来，砰！哇，那个听说那还好，我蛮远的哦。我们那个礼仪师啊，我能闻到那个味道啊，一个礼拜吃不下什么叫做肉类。人家那个大体本来是心肌梗塞往生的，结果变成骨折。太夸张了！而且对呀，给他多一个病嘛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哎，你我们现在讲很好笑哦，但是你瞄到我，你一辈子那个影像都。都忘不了。对对对，主要是他肺活量很好了，跟他一起游过泳。哎，他那个潜水哦，那个可以整整50秒哦，那个50秒，肺活量好，50秒后才浮出水面。10秒后还7天哦？不是，7天后那是生前落石。所以他肺活量很好，还有他对他这个副业哈的殡葬业的那个付出，我认为他去学唢呐合情合理的。OK， 好。来，那整体判断，绿队想清楚，真的假的，压几分？来，请选择。可是我这不是很好这个才艺啊。你跟他这么熟，不知道？对啊。而且重点不只是会吹唢呐哦，是要他拉长音30秒。30秒不间断。他没有多会吹，可是他的肺活量是可以拉长，让他发出声音。可是30秒哦，30秒简单啊，披萨配壳啊。来，绿队，真的假的，压几分？我没有用假的哎。真的。确定真的2分，小甜甜，你觉得是假的？你觉得是真的？诸葛觉得真的？那就按照甜甜姐，我小甜甜啊，你认识我，我很多事情不敢跟你讲。对，怎样怕我爱上你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会欣赏到我的长处的。确定真的2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白云哥多才多艺，这个是小 case，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体力应该是变好，他可以10秒吃6个包子哎。对，因为这个没有人怀疑，这个没有人怀疑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白云真的可以拉30秒吗 ？OK， 我们就不举真假牌，好了，直接现场，对，直接来验，对，来，不要客气，因为包括会不会吹，这一翻两瞪眼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场中央，场中央，请。来，白云，我们先讲好。但是后面哦，还没有队伍出来啊。来，我们加油，你们两个可以跟着出来。
来来来，我们要先确认一件事，因为他们压的是真的，真的，所以你不能故意。我不会啦。陈云啊，你最后当终极裁判，终极裁判 ，OK。看得出如果是故意的话，那一样是要算他们对 ，OK OK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長啊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，你就知道这个鼻子。他们压真的，他们压真的两分 ，OK。对。那因为如果要是你真的吹超过三十秒的话，可能会因此让他们得分。嗯。所以有人会怀疑你会不会要作假，故意不到三十秒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的吹超过三十秒，制作单位连发白云来两次。哦，好，这样可以。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呐。不管了，那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会怎样？因为我说不出口。如果要是你真的吹到三十秒，我赌你一万块。真的。好了，我赌你一万块。然后就给你那个你们王晶的电话，好不好？那我要送你很多那个衣服吗？不用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什么衣服啊？凯迪拉克前面的相片算我送的。Man。好来。准备了，刚刚才九秒。来哦。啊，刚刚才九秒啊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好 ，OK 哦，加油加油，来一杯，开始。刚刚多久？刚刚20秒。对啊，哦，那要再十秒会出人命，真的。写个脸涨红，然后撅着就下去了，那就变成谁拿来？我来吹，我来吹，我来吹，我来吹。然后就跟着在后面走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证明白云真的没有办法。对的。OK， 来绿队很可惜，要扣两分。扣完再定一下。鹦鹉会咬你啊！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因为刚才呢，红队拿了三分，但绿队猜真的两分，白云真的没办法做到 ，OK？ 所以这一题很遗憾，绿队扣两分 ，OK。耶！来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红队要面临到绿队带来的什么样潜意识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绿队第二位真枪实弹成人片的王牌编剧。我们今天很熟悉啊，针对来宾设计题。医生，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会接触到成人剧，像成人片像这样的一个编剧？因为我从前在日本学摄影，学摄影的时候，因为有机会去帮他们的忙，就是那个时候我是摄影师。那十几年前呢，那个从前的 team 有来台湾玩，然后呢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哎呀，你们这边拍的怎么很千篇一律？他说，那个医生你。能不能帮我们写？我说，但是我只能写中文。Okay. 他们说没关系，我们帮你翻。结果他们回去了以后，我就写了一篇给他们，他们说非常好，会用。然后所以就展开了你的编剧生涯。然后就渐渐的他，但是他们说，他们需要现在他们需要一系列的东西。OK， 比方说，因为我从前写的，有很多都是比较属于忍者系列的东西，而且是 SM 的东西，好看。哎，我有看过忍者系列的啊。你不用讲，大家也知道你一定都看过。对呀，不然你怎么可以演得那么好呢？我不是演的，我是顺其自然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最后正确的答案是，究竟这位大叔真是成人片王牌编剧吗？精彩内容广告后登场哦。沈玉琳对成人片剧本也了若指掌。成人片的编剧，他们哦会掌握五字诀。哪五字？哪五字？通过泡盖送，泡回家里脱掉衣服，泡浴缸，泡回浴缸，盖上棉被，啊，送啊！